奶奶，能不能帮我买个篮球啊？买什么篮球？你早上不是有一个吗？可是这个篮球都漏气了。那就拿小燕那个一起玩就得了。可是妹妹那个球放在学校了。哇，好大的番薯啊！那就不玩了，面筋图好熟。哇，这些番薯拿去卖吗？不卖了，你还几个大姑一人分一点就没有不多了。哦，分那么多我们也吃不完啊。吃多少就挖多少啊。那我也拿一些去给阿正哦。进你了，拿你的阿都一点了。奶奶，那我先拿回去了哦。早点回来煮饭啊，要吃什么菜我去买。随便你了，买什么都可以啦。妈妈，在家看好弟弟吧，我去买点菜回来煮。哦，知道了，弟弟再见啦。阿正，我拿了一些番薯来给你们吃。叔叔，阿珍在家吗？不在，去晚了。去晚了。嗯。啊，我拿了一些番薯给你们吃。嗯，谢谢哦。叔叔，再见，我先回家了。哎，老板婆，就要几多钱干？啊，帮我称一个。嗯。老板，给三块钱。就把菜回来了。老板，店里有篮球卖吗？有。你说吧。话说这么贵呢？老板多少钱呢？48。小天，买了个羊球给你。真的呀，奶奶？真的。谢谢奶奶。哎，你就给他了，我先去取饭了。奶奶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了，你看你的生气了。哦，谢谢奶奶。给你承受，你给我迁就，会不会就这样白了头。小天小月出发了吗？哦，来啦。带着微笑的嘴角和眼眸。奶奶，你怎么都是买猪肉煮豆腐的？好吃吗？好吃。今天没有其他菜煮，都是吃猪肉煮豆腐。哦，那你吃没有？自由。